所要带来的西洋鼓表演，是由我们的中班、松鼠班、孔雀班和袋鼠班所要带来的西洋鼓表演。在这里，园长妈咪是不是可以请前面的家长可以蹲低你的姿势，这样子避免能够让我们后面的家长看得更仔细，好不好？在这里麻烦家长协助。好，有精神的在前面呢，看一下我们最棒的赖老师在哪里。因为今天这个西洋鼓表演超高难度的，小朋友的眼睛一定要看着赖老师哦，拍子真的不好抓哦。小咪咪，
谢谢大家。